湖北武汉洪山区中建大公馆小区的数百业主周五晚发起游行，抗议开发商在售罄房屋后擅自将原规划中的商业配套改为住宅。业主们认为这一改动将给已购房居民的生活带来不便，降低生活品质，同时也会影响该区域的繁华程度和房屋价值。游行期间，业主在小区附近的关山大道上一边行进一边高喊反对商改住的口号，当地政府随即出动大量警察对业主进行了镇压，有多名业主被抓捕。